极虎的血量并不多。有反坡，哎，要干拉好了，要干拉，能不能行？哇！在绝境之中反杀两位成员，那这波操作就吃下这一局，没话说了，好吧，遥遥领先了。前面前面，前面左下角左下角，方有威胁，左下角有人吗？金标是金标吗？对对对对，左下角一个烟灵两个，哥，我有，我被哪边抽的？你被远点抽的，方有威胁，不行，往后爬，他要顶过来，他没有往前顶，北哥起烟直接救，我起烟了，我起烟了，开始管。小宝加枪，直接救，直接救云顶，救秒救秒救，秒救云顶。我靠，要么我救浩浩吧。他们没车了，你要不先救我，我要留死了。你看看，能救吧？能救能救能救，能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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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秒救秒救，快北哥！云顶去后面打药，去后面厕所，我们要进圈卡他们。小宝能先进圈吗？小宝。去圈里，去圈里卡他们，可以。别打他了。他们要进圈了，左前方抽他们就完了，北哥。掉了一个，掉了一个。丢雷，丢雷，猛灌。我能不能进面啊？可以。哇，你上翻了一个，你上翻了一个。我掉个这雷，我掉个这雷。北哥能救吗？没有。别小宝。后面发的一个。我丢雷了，小宝。北哥能救吗？救不了。别小宝。这前面发的一个。我丢雷了，小宝。大倒了，我去，喵的，我被雷 了，我也被雷了。完了，我被他烧死了。你回来救我。进来。啊。救不了，你跟我去。先打呀，别急。喵的，我被雷了，加油。我也被雷了。一枪头，一枪头，直接上。完了，我被他烧死了。好，进来，救我。救不了，我在打雪，你跟我去。雪哥，这波打裂了。只能救一个，真的应该先进圈的。烧死了！我救不了小宝，肯定救不了。劝，我们往劝你进，我们俩往劝你进。你打雪。完了，我粘到那个人头还扑不了。没事，别管了。开车。他被死完了。没有，哦，你们还有车。我去。右边南厂，右边。往前起，往前起。我就一颗烟。你起就完了。卡毒外，卡毒外。左边毒还有人，前面红墨，啊，这上面起火了，他死了，他被别人抽了，还有雷吗？他被别人抽死了，我给你烟，给你两颗，他靠右边的，我知道，我几颗落地烟，给你来，我再炒作五圈，给你，哎呀，顶哥，左边箱子，我几颗落地烟，给你来，我再炒作，一箱子，我左边箱子，顶哥，左边箱子，你不能管，我得先。我得先救你，我不能贪枪，就剩咱两个。Okay. 前面草垛带圈。DXDT 咱应该是蓝战队会更加有优势一些。是蓝战队的枪线也铺得非常之开。不好说，还看情况，因为要进圈。我顶石头了，千万不能倒了就没了。你去前面草垛。哎，都在拉位置，有没有好位置呢？浩浩要出号了，要找小玄了。感觉小玄这时候有没有手雷可以扔一扔？石头。刚刚小玄手上是有一把手雷，这边直接是把想把再去打爆作为自己的掩体。是，这样我再去就不会把自己击倒。他在给你丢。对啊，我那边也不给他干死。我还在丢，丢不了，他在跑路，这边死了。哎，这个手雷有点近，哎呦，哎，还有雷，不急，云顶他无法离开这个草垛。哎，这个雷继续炸血量，哎，这个火，这个要补兵一下，这么多投掷物放不倒。然后左手第一时间拉不准小熊的位置，已经给出关键枪线，浪费了。四杀顶哥，我只能换分了。就来这石头人。我右边有人，哦，我是一个主导了。我右边这个主导了吗？不是，左边。我看到他在哪，我操！累了，没事。哎，棒子独倒一个，信号就是去把棒子带倒了，这不应该啊。什么情况？云顶立马起来把这三分补掉，二打二。
二打二还有机会，而且西西弗的血量并不多，云顶三秒钟的时间能找到吗？可惜击不倒。伏地魔，伏地魔这里前方有危险。我操雷到底是没了，有的有机会的，相信你，你打药啊，他们有掩体，我右边去打右边那个吧，左手慢慢的再往好好的，有机会一比二，看一下浩浩能不能优先击打一个，努力，我们。马夏，这个是你，手雷离浩浩很近，完了两颗。哇，这雷都不跟你掐的，就直接摔你脸上，两颗都没把它清掉。因为确实是不是顺爆雷，再加上浩浩的不断的远离手雷的位置，他手上是有饮料的，在血量不断的往回升。是。机会来了，奇迹虎的血量并不多，没反波。哎，要干拉浩浩，要干拉，能不能行？哇！在绝境之中。反杀两位成员，那这波操作就吃下这一局，没话说了，好吧，遥遥领先了。直接拿下，牛逼！